原点枪线是 TS， 哦哟，哦，有点痛。哇，看起来是哈利这里哇，保佑护。 看起来 K 7位置应该这把还是没戏了 ，Rusty Zera 一个水，哎呦，一滴还闪光，这是闪光，但头露出来了，被 Q Demon 点到。哇，但这个位置掉两个人，其实他两个人都不该掉的。对，就他没有道理要掉。哎呦，左侧刺进来，巨尼玛当先第一波先打赢，他们下这边出枪，昂德翔也很惨，Fast Face再一次压下压到了，但乌马上方也抓到了宋江哦，这边变到了一打一，影帝狗对上 Fast Face，AW出来了，一发有没有机会？他还没有头盔，他看到了一发，这一枪是空了，他有甲吗？我不太确定哎。 有三甲，那还好，但是这里他是后期的哇，还好，最后撞啊哦，打那么疯，撞到脸上来了，直接要 K 麦进来，但第一波这里是倒人的 ，King Side 收一个，卡住我兄弟，接过一下，但是现在被卡到死位，再一次 K 麦进来，特头也倒了，现在怎么样轮流吗？这波水饺下的，哎 ，Zenith 这边哦，我刚刚点餐已经吃饱了，怎么还来？ 哇！这边雷先炸了一个 AD， 侧边再一个一打一，哇，打掉两个。那个角度是比较正，比较好走的角度啊。对，确实是比较正常。这一边一打二，推上来，我马上就点。刚好趁着对方在拉火瓶的时候呢，选择从下方刺过来，正面这边先打赢了，盖帽最后一个一打一的对决，对方显然也残了，进了。躲一下，黑麦影帝狗这边是残血了，要追吗？有了，帮我也把影帝狗打下来了。Leo确保一样，然后这边闪光进去。 打左边，打右边，左边又是预开，然后马上加右边，跟昨天剧本一模一样。不过这次差的是没有把 King Stack 收掉 ，King Stack 剩下23 滴 血，竟然要打，我打赢了里面的 Wookie Bookie， 怎么打呢？现在是要收分，还是要稳住？他自己的队友 TSG 满编，其余成员都是残兵败将。哎呦，这个手雷丢过来，炸到 Fast Face， Ends， 因为旁边还有是在 Degree， 哇，这个手雷炸在 AZ 脚下 ，AZ 倒了，房子 里面蓝照明就烧在厕所的门口，怎么办？四打一打一。 AZ 这边也被处理掉了，跳在空中看到了，哇，41滴血，空中跳射再跳射，打到收下了，打一些三区的凹坑了，来看一下 FTY 这边已经在开始抓红包了 ，Meta Gaming 直接选择要进到圈中心点内，但中心点内完全平躺的一个正中心点哦 ，Pero 也是那种完全保命型打法，没错，直接保在了一个中心点的位置，先来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压枪，刚刚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刚刚没有打下来 ？No reason。 不太可能往前走了，哇落空位的一个 pick， 多么前卫的枪法，你看看，就这样子精美的点击配合现在两个人的枪械，在外围的一打一没打。如果我手雷没有炸出来东西的话，就不想打，就炸到炸死人哦，一颗雷贴在身上爆开，游戏结束，打到了倒地不起，那完蛋了 ，IQ 5的图刺，我觉得路要成为最大赢家了 ，VP。 全体进攻，真的跟鬼一样。 Hero 的，你有注意到吗？他发现到队友低杀到136的资源，一颗手雷过来炸掉，这就是 Orange 的。只是他的队友离他的距离有一点远而已。我有 Sparking 点掉，你拿到零度倒地的一个情报，这火烧进去，坦克要踩火了，踩火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两个人都没了，两个都没了。哦，连续应该先收136了，两发三发，激活的一个点击，杀头还没倒，哇，这还 K 没倒。 这个位置太裸了啦，基本上哇，Pure Boy也是够很好，算是有把握度天命圈的那个位置啦，因为南半亮的队友击杀，出事了，再配合这一个挡推雷，直接把零度也炸了，坦克叫的一个麦当劳欢乐颂，是轻松拿下人头，过来以后也没有掉入任何的一个人员伤亡，而且 DA 这边还发生了自撞的情况，而且这一波感觉是。 没有对，好吗？吃得了吗？连续的点击有 Starlog Aquafire 都倒地 ，Ad 跟 Dash 各有放倒。小等于 FTY 的侧翼的窗户只有一面而已。哇，侧边的位置有被瞄到边，侧身一出来直接被瞬秒4打1 ，Inonix 不给分数，因为自己对面的分数是跟自己很。哎，等了好久，你终于来了，你会迟到，但你不会不到。 这一颗雷的距离好像偏哇，第一时间一滴反杀，有近点交战是有打赢，但厕所里面还有一个路冲进来以后，没有人给枪线支援了，整个厕所直接沦陷，被 DA 拿下来，后方要过来支援，这个打下去有哇，有分有分有分，一名，现在场上只有大哥很清楚知道人的位置在哪，人的位置还有人最后的数量，哇哟，哇可以可以可以忍住，他们一定在想维克图里到底在打谁，而且还漏自己的情报，打掉了吗？所以完全封锁住了，倒掉，大哥的第二名出手，站起来一打一个。 A 的位置有没有压枪秒掉吗？没办法，赶紧趴，drop以后拿出自己的 SLR， 侧边的点击，哎呀，这样分数不够，是绝对太，哎呀，Veronica，侧身点掉 S 了，但 Loki 这边能掉了 ，Hensia 近距离的位置一个跳射，呜呼。
高手跳射成点掉，哇，这个人头谁的？重点这一波的一个团战 ，Meta 给你反打了 VP， 要把自己打掉了吗 ？Spyro， 哇，现在要来1v2，三名队友全倒，打赢就是 Hero Kill， 但没，哇 ，Sparky 在绕背后 ，Rose 哥将要全倒，一霸如果顶上来也有机会反招，哇，顶掉了 ，IQ 500这边倒，没了，哇，直接把人全部打干，但路，哇，三打一，名胜名字，给分吗？给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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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选择不给吗？火爆打起来，不给！恭喜本场吃鸡的就是 D A 吃上去，名字一踩，把天霸自己踩下来了。卷卷拿下本周的周冠军2000万入袋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卷卷绝对不可能是靠赛，这一把完全是靠硬实力打出来的。你根本没想到他在二。